今后5到10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的健康发展。中国已经确定了今后5年的发展蓝图。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人民将从中受益，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也将从中受益。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政策。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少数的利益集团总想通过在这样那样的地方制造紧张态势来牟利，这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时代的潮流。只有不断地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事业，各国人民安居乐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新科技，才能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